獲身鬼。獲身鬼之所以叫做獲身，原因就是他們的身體等同於一隻黑色的大鑊，他們沒有面目，手和腳都是穿窿的，全身黑色，身高比一般人高兩倍。他們本身居住在地底的深處，平常的時間根本不輕易會見到他。由於他們居住在地底接近地獄的邊緣，那裡亦都非常之接近地心，就是因為這樣，他們的身體經常被地火所燃燒。為什麼他們會受這種火燒的痛苦呢？話說他們前世因為貪財受人雇用去屠殺生靈，而且在殺戮的過程之中，他們殺得高興，越殺得多他們就越興奮，完全一點的悔意都沒有。這一種殺人的罪孽令到他們死後得到這一種惡報。獲身鬼雖然居住於地底的深處，但是當一有機會，他們就會偷偷地走上人間。他們最喜歡就是躲在家中的灶頭，因為這裡除了有食物之外，還是婦女經常出入的地方。在這些冷灶頭裡面，他們除了得到口福，還可以大飽眼福。獲身惡鬼除了殺念之外，淫念其實都非常之重。女士們，你們在廚房煮食的時候就要留心啲，唔好俾佢哋有機可乘啊。係唔係想睇多啲我嘅精彩節目呢？只要大家訂閱我鬼古惑阿煲嘅頻道，有新片發送即時就會知道，訂閱係免費㗎，你仲唔快啲嚟訂閱？以下是我为大家推荐的精彩影片，千祈不要错过啊。